些保险资料过来，我跟你解释一下。哎，等一下。保险的东西，有往柳再谈不迟。先来洗泳吧。不用了，我不会游泳。不如我们谈完了你才游好吗？其实根本不用谈，你陪我游泳，我就签给你，那可以了吧？下来啊，下来嘛。你说你不会游泳，我来教你。石先生，我刚好是不游了，我上去上面等你，等你游完了我们才谈，好？哎，为什么？来嘛，一起游嘛，来啊！不要这样，石先生。哎，来嘛，一起游嘛。石先生，你不要这样，石先生。帅哥，陪你游好不好？哎，来嘛，一起游嘛。石先生，你不要这样，帅哥，陪你游好不好？喂，你是谁呀？啊，你想认识我啊？我叫 Gorgeous。哇，你身材好好哦。喂，我脚抽筋，我会游泳啊，快救命啊！哇，救命啊，我好怕！喂，救命啊！我在干嘛？救命啊！神经病，我不来了。陈先生，陈先生，不用叫了，你看那样子都知道他不是来跟你谈保险的。